欢迎您来到八零有声书频道。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富爸爸提高你的财商》第四章第二财商：守住你的钱，守住你的钱，使其免受损失是很重要的。正正如我们所知的，世界上充斥着各种类型的人和组织，他们静候良机，毫不客气的分享你的财富。 些人和组织多数是非常聪明和强大的。如果他们比你聪明或者比你强大，他们就会拿走你的钱财。所以，第二财商非常重要。如何衡量第二财商？第一财商一般通过总收入来衡量，第二财商则通过百分比来衡量。我这样来界定两类财商。下面举不同百分比的三个例子来说明。一，在美国。 一个人一年靠工资赚了十万美元，可能要缴纳百分之五十的组合税收，如联邦税、州税、联邦社会保险捐款等。那么这个人的税后净收入是五万美元。二点，另一个人一年从投资中赚了十万美元，缴纳百分之十五的税。那么这个人的税后净收入是八点五万美元。三，第三个人也赚了十万美元。 缴纳百分之零的税，那么这个人的税后净收入是十万美元。在上面的这三个例子中，谁纳税所占的百分比最小，谁就有最高的第二财商，因为他的钱损失的最少。在下面几章中，我会深入讨论如何赚更多的钱而缴纳很少的税，而且以合法的方式实现。 但是现在，你只需记住这个简单的道理：第二财商是衡量一个人最终收入的百分比，并相对于损失掉的收入的百分比。小兔子、鸟和虫子在很早的时候，富爸爸就开始教他儿子和我关于守住钱财、免受损失的课程。在我们有钱之前，当时我们还年幼，富爸爸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有关农夫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他说：“农夫要守住他的庄稼，免受小兔子、鸟和虫子的侵害。对农夫来说，小兔子、鸟和虫子就是小偷。”当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将小兔子比作小偷非常残酷。小兔子很可爱，讨人喜欢，不会伤害人。鸟鸟也是如此。实际上，我在家里养了一只小鹦鹉，把鸟说成小偷也是残酷的。 至于虫子，我可以理解。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被称为小偷，因为我家有个花园，虫子吃掉了我种的很多蔬菜。站在我们身后，富爸爸并不是想吓唬我们，他只是想让他的儿子和我对现实世界保持小心谨慎的心态。他他用可爱的动物如小兔子和鸟打比方，是想让我们明白，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非只有强盗。 罪犯或逃犯才威胁到我们的财富。他还想让我们记住，有些坐等分享我们的财富的是我们喜爱的、信任或尊重的人或组织。我们认为他们站在我们一边或站在我们身后。富爸爸说，那么多人站在我们身后，就是因为从后面更容易等到你的口袋出现漏洞。 之所以这么多人有财务问题，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口袋漏洞太多了。除了富爸爸称为让农夫受损失的小兔子 （bunnies）、ies, 鸟 （birds） 和虫子 （bugs） 之外，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口袋的漏洞可能把我们的钱流向政府官员 （bureaucrats）、rats, 银行家 （bankers）、Bank ers, 经纪人 （brokers）、Bro kers, 商店 （businesses）。Business es, 新娘、情郎 b r i c e s boss）、Both, 姐夫（内地 brother-in-law） s 和法律顾问 （barristers），这些统称为 B 系列。第一个 B，政府官员众所周知，税收是我们最大的支出。美国税务部门的工作就是从你口袋里拿走钱财，并交给主管收入分配的政府官员。 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非常擅长花钱，却不知道如何赚钱。那可能就是他们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如果他们有能力赚钱，他们可能会去做生意，而不是成为政府官员。他们不知道如何赚钱，但喜欢花钱，所以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想出更多的、更有创意的税收方法来拿走我们的钱财。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官员创设了一个聪明的税收项目，称为 A M p Alternative Minimum Tax，即替代性最低税。A M p 开始实行于1970年，这是针对年收入等于或高于6万美元的高收入人群所征收的附加税，是对同一个人的同一份收入征两次税的做法。 问题是，在一九七零年，六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今天年收入六万美元却不能算高收入。许多富人并不缴纳 AMT，只有高收入的工薪阶层要缴纳这种税。如如你所知，我们已经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纳税，比如为我们的收入、投资、住宅、汽车、汽油、旅行、服装、食物、酒、香烟。 生意、教育、执照、许可证、死亡等纳税。我们还为税收本身纳税，为我们一无所知的税收项目纳税。收这些税的目的是为了国民的公共利益。有些税收确实是为了社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政府官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也不知道如何赚钱，他们只知道砸钱来解决问题。 有时花更多的钱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只好创造新的税收项目来获取更多的钱。问题愈演愈烈，我们缴纳税收的百分比只会越来越高。像像复合利息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富有一样，复合税收却使我们变得更贫穷。这就是为什么第二财商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所赚的钱都从你的口袋漏光了， 你是不会变得富有的。税收是重要的。在进行下面的论述之前，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政府，也不反对纳税。富爸爸说，税收是为了在文明社会中生活应付的必要支出。他他告诉他的儿子和我，学校和老师、消防员和维护治安的警察、法庭系统、军队、道路。 机场、食品安全和政府部门要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都由税收来支付。富爸爸之所以对美国的税收感到灰心丧气，是因为政府官员很少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税收会持续上涨。政府官员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常常提议组成某个委员会来研究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什么都不做。富爸爸一。 意识到我们的纳税只会更多，它形成这样一个信条：政府官员的工作就是把手深深地插入合法的插入你的口袋中，而你要做的就是找到税收优惠方案，尽可能多地留住你的钱，当然也是合法的。不幸的是，通常是赚的最少的人纳税的百分比最高。最近，股神巴菲特这样评论美国的税收系统。 我们这四百个有钱人比我们的接待人员或清洁女工纳税的百分比要低。就此而言，如果你属于幸运的百分之一，就应该归功于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为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着想，哪个政党更好一些？如你所知，我既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既不是保守党人，也不是自由党人。有人问起此类问题时，我会简单的回答：我身兼数职。 举例来说，我想赚更多的钱，尽可能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我也向慈善组织和其他我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捐赠，这部分是免税的。我还希望我纳的税能够用以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照顾那些老弱病残。谈到钱时，许多人认为共和党要比民主党好一些。事实并非如此。共和党说，民主党征税然后花钱。 而共和党自己借钱，然后花钱，最后的结果是，不管哪个政党都在增加长期的国债。这些债务将以更高税收的形式转嫁到下一代国民身上。这就是财商低的表现。创设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是民主党人前总统罗斯福和约翰逊的功劳，但这两项福利制度也是有史以来最昂贵、最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制度。 在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在任总统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然而，当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总统后，金钱的规则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财富也开始发生变化。运用总统的权力，尼克松在一九七一年取消了金本位制，这一措施使美元由金钱转变为流通货币。 尼克松允许美国政府大量印制钞票来解决金钱问题，这与某个人囊空如洗却凭开支票没什么两样。如果我们都像政府这样做的话，就会被关进监狱。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原因之一是多数人仍然遵循旧的金钱规则，旧的资本主义。 一九七一年后，新的金钱规则已经取代了旧的金钱规则，富人变得更富，而穷人和中产阶级只能更努力的工作，在社会的夹缝中勉强存活。一九八零年，共和党人里根总统给我们带来了供给学派经济学，又叫做巫毒经济学。 伟大的沟通者里根宣传推广这种新经济理论，幻想可以减少税收，可以继续通过借钱的方式支付政府开销。然而，里根总统原是一名演员，而非经济学家。他的这种做法与为减少现金支出而用信用卡支付毫无二致。托马斯·盖尔·莫尔后来成为里根总统经济委员会顾问团的成员，他指出。 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在跨越一道门槛，由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变。他认为不必担心，我们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偿还每个人的债务。这真让我激动的近乎疯狂。但是我们如果这么做，通常被叫做伪造货币。一九七一年，金钱规则发生的变化和里根总统的供给学派经济学起了双重作用，使得美国的国债激增。 在里根总统任期的尾声，联邦政府的债务已高达二点六万亿美元。在里根就任总统时期，副总统老乔治·不时意识到国家债务膨胀是由于里根总统实行减税政策引起的，于是他在竞选时承诺：“我保证绝不加税。”但是，他当选后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反而提高了税收，所以未能获得总统连任。 然后是民主党人克林顿走马上任，在他的拉链有些小麻烦后，他卸任离开白宫。他声称他在任时预算已取得平衡，国家债务没有增加。当然，正如他对他的性生活撒谎一样，他所谓的预算平衡也是在撒谎。他把用来支付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税收列为收入，平衡了预算。 他没有将钱投入社会保险信托基金，而是花掉了。这种做法可能就像是他从他女儿的大学基金中拿出钱来，为莫妮卡买了一件新裙子。然而，克林顿在任时说出了一个事实：他承认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保险信托基金。在他的任期内，医疗保险开始出现赤字，这说明入不敷出。 不久，社会保险也会出现同样的困境，因为七千八百万在婴儿潮出生的人在二零零八年开始退休。接下来，小乔治·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在九幺幺事件后，他以未经证实的理由，仰仗他的声望，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今天，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不仅仅因为他发动的战争是灾难。 而且，为了避免经济灾难的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联邦储备银行降低利率，向世界各地发放了大量假钞。他上任仅五年后，美国国债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美国总统时国债数目的总额。现在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他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恶果。这一切说明，税收多少与哪个政党执政并没有关系。 如果民主党执政，他们可能会征税，然后花钱；如果共和党执政，他们可能会借债，然后花钱。不管哪个政党执政，最后的结果都一样：更多的债券、更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更高的税收。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政府体制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拿走你的钱。你是否愿意分享财富？很多年前。 我听过一个笑话，可以说明人们对分享财富的真实想法。有一天，一个社会党人敲开一个农夫的家门，请他加入当地的社会党。农夫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党人，于是请求举例说明加入社会党有什么好处。社会党人说：“如果你有一头牛，村里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你的牛身上挤牛奶喝，这叫分享财富。”听起来不错。 农夫说：“再者，如果你有一只羊，社会党人说，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羊毛。很好。”农夫说：“听起来很不错。”还有，如果你有一只鸡，每个人都可以分享鸡蛋。什么？农夫生气的大叫道：“那不行！马上离开这儿，立刻滚蛋！”这是为什么？社会党人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 你很喜欢分享牛奶和羊毛的想法，为什么反对分享鸡蛋呢？因为我没有牛，也没有羊。农夫吼叫道：“但是我有一只鸡。”这就是第二财商很重要的原因。每个人都同意分享财富，只要这是你的财富，不是他们的财富。谨慎选择你的收入。从前文中，你已经知道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收入：劳动所得。 投资所得和被动收入。了解不同类型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很重要，特别当你要守住钱财的时候。你为获得劳动所得而工作，就没有多大空间来守住你的钱财。在美国，甚至低工资的劳动者也需要缴纳高比例的税。他们要缴纳将近百分之十五的收入给社会保险，还要缴纳联邦税。 州税和当地的税。现在，我听说有人认为社会保险并非要求个人交出百分之十五的收入，这个数字大约为百分之七点四，意思是说你的雇主为你支付另外的约百分之七点四。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我把这全部的百分之十五都看成是我的钱。如果我的雇主不把这笔钱缴纳给政府的话，他应该把这笔钱给我。 另一事实是，我们希望雇主能缴纳四百零一 k 退休金计划的经费。这笔钱尽管是雇主交给投资银行保管的，但实际上仍然是你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让政府来决定我未来的财务安全。美国,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我宁愿自己管理自己的钱财。 政府没有太多的理财智慧，只会花掉收上来的钱。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知道，多数人未能接受财商教育，那么能用你的钱财使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发家致富，他们何乐而不为呢？第二个，B，银行家创立银行原是为了保护你的钱财免受强盗的侵犯，但是如果你发现银行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强盗，该怎么办呢？ 银行家不需要等着你的口袋露出钱来，你用自己的手从口袋中取出钱，亲自交给了银行家。但是，如果你发现恰恰是这些人受你委托来管理你的金钱的人，正在分享你的钱，而且数量要比你知道的还要多，还是以合法的形式，你又该怎么办呢？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担任纽约市司法部长时。 调查了很多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公司，发现他们有多宗非法交易。正是那些受委托管理公众钱财的人，从公众身上拿走了比他们应得的多得多的钱。而这些违法的公司被罚款的金额远比他们拿走的钱要少。尽尽管罚款的数额太少令人不安，但更令人不安的是，现在这些银行家仍在吸收大量储蓄。 更大的问题在于，斯皮策仅调查了纽约市的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银行家从天真的消费者手里拿钱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再关心职工的生活，更多的职工被迫为退休后的生活而储蓄。工薪阶层没有钱像富人那样聘请理财顾问，这导致他们在财务上很无知。 他们的钱被汇聚在一起，像热气球一样迅速膨胀，从而使银行家和那些为他们提供理财服务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今天，工薪阶层的退休基金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繁荣。退休基金已汇聚成了金钱的海洋，并扩张到空前的规模，但拥有这些金钱的是银行家，而不是你自己。调查开始，二零零七年。 美国国会开始对现行的 401k 退休金计划和共同基金进行调查。银行家受我们委托来打理我们的金钱。下面这段话摘自2007年3月14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埃莉诺·莱斯写的：“你的 401k 退休金计划用于什么？401k 退休金计划并不要求明确规定参与者的人数是多少。” 而且可以有很多收费项目，包括进行独立审计的费用、跟踪和维护用户信息的费用、顾问服务费用，还包括求助热线的费用。当然，也包括管理基金的基本费用。四百零一 k 退休金计划支出的压力逐渐加大，促使联邦立法者进行调查。上周调查显示，有关费用披露制度的缺陷使员工很难知道他们是否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问题是，甚至你的雇主都弄不明白这些费用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你的雇主甚至不知道其中某些费用，因为它们是隐性支出。所以，你又怎能期望知道或理解这些费用呢？这篇文章接着写道：今天，有一些雇主聘请专业顾问来帮助他们弄清这些费用。人们普遍关心 401k 退休金计划所谓的分享收益合同的高费用。 复杂性和潜在的利益冲突，费用中通常包括共同基金支付给四百零一 k 退休金计划管理者的费用，如提供账户管理等服务进行补偿的费用。这些费用通常被计入由参与者提供的基金费用，因此提高了参与者的成本。读了上面的摘录后，很明显，对于管理退休基金的银行家来说。 他们通过你的钱财而变得富有是多么容易呀、啊！正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银行是为了守住你的钱财而创立的，现在他们却正在拿走你的钱。可悲的是，正是我们自己使得他们这么容易得手。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再亲自走进银行，实际上，他们可能因此而向你收费。事实是，甚至在我们拿到工资之前。 钱就被拿走了。银行,行家无需从我们的口袋中拿钱，因为那些钱甚至从来没有被放进我们的口袋。修剪硬币，在罗马帝国时期，许多帝王用硬币玩游戏，他们修剪硬币，从边缘削下少量的黄金和白银。这就是今天硬币的边缘有凹槽的原因，凹槽是为了防止硬币被修剪。 后来，帝王们和他们的财政部不再修剪硬币了，他们开始用更低廉的普通合金与黄金或白银混在一起铸成金币或银币。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发行的硬币。一夜之间，银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假银币。然后，在一九七一年，美元变成假钞，因为已经完全取消了金本位制。 从许多方面来看，银行家的实力最强大。每天，他们都通过印制越来越多的假钞来让储户的财产缩水。比如，按法律规定，银行可以吸收你的储蓄，只支付给你小额的利息。然后，你每储蓄一美元，银行就可以借出二十美元或更多，并获得更高的利息。举例来说，你在银行存了一美元。 存期超过一年，银行支付给你百分之五的利息。银行立刻就有权贷出二十美元，以你的储蓄为担保来要求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银行付给你百分之五的利息，而贷出二十美元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这就是银行的致富之道。如果你和我也像银行这样做，就会被送入监狱，这被称为高利贷。 银行的做法也导致了通货膨胀，因为银行是在用金钱玩游戏，让贫富差距拉得更大。储户是输家，而银行家是赢家。在新的金钱规则下，我们要知道如何通过借贷来获得资产，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储蓄货币。换换句话说，在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赢家是聪明的借款人，而不是那些储户。第三个币。 经纪人，经纪人是对销售员的另外一种称呼。在金钱世界中，有股票经纪人、债券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抵押经纪人、保险经纪人、商业经纪人等。如如今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从经纪人那里，而不是从富人那里得到理财建议。如果你遇到一个富有的经纪人， 你要问问他是不是通过他的销售能力或理财能力而致富的。沃伦·巴菲特曾经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说，在华尔街开劳斯莱斯的人向坐地铁的人寻求建议。富爸爸说，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经纪人，原因是他们没你有钱。好的经纪人与差的经纪人，你不能变得很富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好的经纪人。 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通常没有时间为你服务。他们正忙着为那些高净资产的客户工作。当我和金贫穷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找到一个愿意对我们进行财商教育的经纪人，因为我们的钱不多，而大多数经纪人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遇到过许多只想卖产品给我们而不愿意教我们财务知识的经纪人。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我们要寻找一位年轻的股票经纪人，他刚刚建立了客户群，为人聪明，是本行业的业务高手，还必须是一个投资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介绍，我们认识了汤姆。开始时，我们给他二点五万美元。十5五年后，我们的股票投资组合盈利高达数百万美元。 而且还在增长。一九八六年，我和金结婚后，开始投资房地产。我们决定一开始只投入很少的资金。我们碰到过很多没水平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出售房地产，而不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他们有所投资的话，那是共同基金。终于，我们遇到了约翰。从五千美元开始。 它帮助我们将房地产投资组合收益增长到近二十五万美元。尽管这些收益听起来似乎不是很多，但在三年内就获得了，而且是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非常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中实现的。今天，我们的房地产价值数千万美元，并且还在继续增值。学到的教训，我们都知道，经纪人有好和差的分别。 简言之，好的经纪人使你变得更富有，而差的经纪人总是在编造借口，却什么也不能帮你。下面是一个帮助我们找到和拥有好经纪人的方法简述：一，我和金都参加了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的课程，拥有更多的知识，使我们能将销售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经纪人区别开来。 二，我们所要的经纪人，同时也是他们本专业的钻研者。除了在相关领域中接受最基础的专业教育外，汤姆和约翰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和学习。汤姆经常请我看他在做的商业计划。约翰既是房地产经纪人，也是房地产投资者。今天，他已成为房地产投资领域受人尊重的前辈。 三，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对他们自己出售的产品也进行投资。换句话说，如果经纪人没有信心投资他所出售的产品，那我们为什么要投资呢？四，我们想建立一种稳定持久的关系，而不是只做一次交易。许多经纪人只想出售他们的产品或服务。 而汤姆和约翰都会抽出时间和我们共进午餐，即使在我们没有什么钱的时候，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成功的关键，成功的关键是教育。我、金、约翰和汤姆都是投资学的好学生。我们对同一主题感兴趣，我们都想学习有关投资的更多知识。我们投资于我们各自擅长的领域。 汤姆对房地产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不和他讨论房地产。约翰对股票市场不感兴趣，所以我们不和他谈论股票。我们的财富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知识也在增长。我经常给约翰打电话，问这样的问题：你能给我解释一下收益资本化率和内部收益率的区别吗？他总会花时间解释给我听，而不只是出售服务。 我经常给汤姆打电话，问他这样的问题：你能解释一下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的区别吗？而汤姆非常乐意当一名老师。富爸爸公司之所以专门开几天股票和房地产的研讨会，就是因为财商教育很重要。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那些以身作则、言行合一的投资者。富爸爸公司重视财商教育。 因为对于我和金来说，财商教育是我们和我们的经纪人汤姆和约翰之间的纽带，使我们双方的关系更牢固。正是对财商教育长期不懈的投入，使我们四人共同致富。今天，我经常接到股票经纪人和房地产经纪人的电话，他们都声称有很棒的交易要给我，这将使我变得富有。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只是对佣金感兴趣，所以他们只会把食物放在他们自己的桌子上，而不是我的桌子上。好的经纪人会把食物放在双方的桌子上。我再强调一下，第二财商是通过百分比来衡量的，通常是经纪人赚到了这个百分比。举例来说，如果我买了一百万美元的资产，经纪人可能赚到百分之六及六万美元。 如果那些资产给我带来每年百分之十及十万美元的现金回报，那么我可以轻松地支付经纪人的佣金，因为我只需支付一次。相相反，如果我参与买和卖、倒卖不动产或日交易股票，我就要支付买进卖出的手续费，即通常被称为往返交易或划点差。在房地。 地产交易中，往返交易可能会吃掉百分之十二的投资收益，还要缴纳高额税金，这在财务上是很不明智的。操盘手与投资者进行买进卖出的那些人是操盘手，不是投资者。操盘手不仅要向经纪人支付较高的佣金，而且还要为买进和卖出缴纳更高的税收，即为短期资本利得缴税。 这说明税务部门并不认为买进和卖出的人是投资者，而认为他们只是专业的操盘手，并很可能会对他们的收入加征自雇税。聪明的投资者知道如何通过明智的投资和雇佣好的经纪人来减少交易的费用和税收。挤油交易很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的母亲的账户被一位友善的经纪人进行了挤油交易。 所谓挤油交易，就是经纪人为客户进行过度频繁的交易，最后的结果是，经纪人以佣金的形式拿走了客户的钱，而客户的投资等于毫无收益。所以在你将钱交出去之前，一定要谨慎选择你的经纪人。最起码，你应该问问你的经纪人，你是否可以给他的一些客户打电话，和他们交流一下。 一定要记住，像汤姆和约翰这样的好经纪人，才能使你变得富有；而差的经纪人，只会使你变得贫穷。第四个 B 商店，所有的商店都要出售东西。如果商店卖卖不出东西，就破产了。我经常自问，这家店的商品或服务会使我变得更富有，还是使我变得更贫穷呢？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产品或服务不能使你变得更富有，只会使商店变得更富有。许多商店都在想方设法使你变得更贫穷。比如说，许多大百货公司发行自己的信用卡，这是人们所拥有的信用卡中最糟糕的一种。他们想要你持有他们的信用卡，原因是他们可以从银行得到一定的回扣。 发行信用卡的公司是银行的经纪人。注意，经纪人和银行的模式再次出现。使使用信用卡购买劣质产品，这么多人深陷财务泥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仅购买了使他们变得更贫穷的产品，而且还用高利息的信用卡来支付，这样使他们变得更贫穷。举举例来说，如果我用信用卡买了一双鞋子，花了好几年来支付账单。 等于持续为一个使自己更贫穷而不是更富有的产品埋单，所以多年以后我依旧很贫穷。穷人购买了使他们贫穷的产品，花很多年的时间来偿还这些欠账，同时还带来了高利息的费用。如如果你想成为富人，那么就要尽力成为能让自己变得更富有的商店的消费者。 举例来说，我是许多投资时事通讯和财经杂志的忠实读者，我也是那些教育产品和研讨会的参与者。换句话说，对我的竞争者来说，我是个不错的消费者。我喜欢把钱花在这些可以使我更富有的产品和服务上。第五个 B，新娘和情郎。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会为钱而结婚。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为了钱而非为了爱情结婚的。不管你喜不喜欢，钱在任何婚姻中都很重要。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富家女不会嫁给穷小子。”在电影里，这句台词也许很贴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有穷姑娘或穷小子为了钱而与富人结婚的事情。 《爱的掠夺者》富爸爸把那些为了钱而结婚的人叫做“爱的掠夺者”。你越有钱，他们就越爱你。在那桩广为人知、悬而未决的离婚案件中，保罗·麦卡特尼可能不得不放弃他那十亿房地产的百分之五十。那是很大一笔钱。可以看看出，作为一名音乐天才，麦卡特尼已经赚了很多钱。 但是缺乏第二财商使他损失了很多钱。如果他婚前做点计划的话，也许可以免遭这个损失。我的朋友唐纳德·川普说，在你结婚前一定要签一份婚前协议。签婚前协议就是第二财商较高的表现，而为几年的婚姻赔上一生积蓄的一大半，则是第二财商较低的表现。富爸爸过去常说。 你如果把爱和金钱结合在一起，那么将是财务上愚蠢，而非财务上理智占了上风。我和金结婚时，我们俩都没有什么钱，所以我知道我们不是为了钱而结婚的。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钱，但还是制定了在婚姻不能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时所要采取的退出策略。所以，金拥有他自己的法人公司，我也有我自己的公司。 他有他自己的投资，我也有我自己的投资。如果我们要分手，就不需要分割财产，因为原本就是分开的。我很很高兴地说，自从1986年结婚以来，我们一直都很开心，我们的婚姻生活越来越好，而且一年比一年富有。在在签署协议前考虑退出策略，结婚以后会一直生活得很开心，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这种想法只能存在于童话中。世事难料，所以退出策略对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重要的。我知道你在与梦寐以求的爱人结婚之前要求签署婚前协议，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这是财务上最理智的做法，特别是处在当今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的时代。 与一个新的伙伴合作一笔新的生意时，我知道在你们的合作刚刚开始时，要考虑到买卖协议或合伙解除合同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在签署协议前考虑到退出策略，在财务上才是明智的。许多人不喜欢考虑退出策略，但是你在最后退出前有所考虑是高财商的表现。第六个 B，姐夫和内地死亡是最后的退出。 死亡也是让你无法守住财富的掠夺者之一，或许应该说是贪婪的人出现的另一种时刻。如果你富有但缺乏财商，你爱的人可能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富有，家人、朋友和政府要员会出席你的葬礼，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们的孙子，这些你从未见过的孩子，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葬礼上，成为你的家人。 为你哭丧。如果你的财商较高，那么这些为你离去而感到悲痛的亲戚能继承你的钱，百分比将由你控制，甚至在你过世后仍然可以控制。那些财商高的人，通过遗嘱、委托或其他的法律手段来守住他们的财产和最后的愿望，不受死亡的最后掠夺。你只需看看利昂纳·赫尔姆斯利。 他能将一千二百万美元的遗产留给他的狗，而不给子孙们留下一分钱。尽管不建议你这样做，但可以肯定的是，财商高将使你能够决定你的钱的去向，甚至是你已躺在坟墓中。在去世之前，与你的财务规划师计划你的退出策略。如果你富有或想要成为富人，考虑你的最终退出策略在财务上是很明智的做法。 在你死前要做这件事，不过不要考虑狗了。第七个 B，法律顾问，你可能还记得控告麦当劳出售的咖啡太烫的那个人吧？这就是因为法律问题，你的金钱遭受损失的例子。有许多人正是因为诉讼才变得富有，所以让你的财富缩水的第七个 B 就是法律顾问。律师会非常乐意将你带到法庭上，拿走你的钱。 知道你的钱可能遭到潜在的损失，在财务上明智的人必须做以下件事：一、你的名下不要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的穷爸爸骄傲地说：“我的房子在我的名下。”财务上明智的人不会将房屋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二、立即购买个人责任保险。记住，你不能等到正好需要时才购买保险。 你要抢在你的需要之前预先购买保险。三，以合法的实体持有资产。在美国，好的合法的实体如股份有限公司 （C corporation） 或 S corporation、有限责任公司 （LLC） 和有限责任合伙 （LLP），还有一些较差的合法实体如独资和普通合伙 （G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小企业主拥有的都是较差的实体规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我仍然听到有人时常说要努力工作、储蓄、偿还债务、长期投资多元化组合的共同基金。这这些过时的建议是为财务上的无知者提供的。这是按照旧的规则玩金钱游戏。 在今日美国，努力工作争取赚更多钱的人，纳税也越来越多。他们存钱，而后损失了，因为美元不再是金钱，只是一种持续贬值的流通货币。他们不学着利用债务杠杆使自己变得更富有，而是努力工作以摆脱债务。数百万美国人往由共同基金构成的 401k 退休金计划中投钱。 由于在学校未能受到财商教育，他们口袋中的钱漏光了。回顾历史，回顾历史时，我们很容易看出，美国和世界的金钱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你已经知道为什么储蓄是为财务上的无知者准备的。这种改变开始于1971年。1943年，美国政府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迫切需要钱。 于是，政府就通过了一项立法，让政府有权在劳动者拿到工资前就拿走他们的部分所得。换句话说，在劳动者得到报酬前，政府先得到了报酬。今今天，在美国，如果你有一份工作，那么你没有避税的措施来守住你的钱。你不需要注册会计师，因为他们不能守住你的钱财。 但是，如果你拥有企业或是一名投资者，你会发现你可以利用政府这张大网上的很多网眼来合理避税。在下一章中，我将深入讨论这些网眼。如你所知，在1974年，工薪阶层有必要成为投资者，为他们的退休而储蓄，这促使 401k 退休金计划的产生。 四百零一 k 退休金计划的问题是，它让政府塞紧了网眼，堵住了工薪阶层合理避税的可能。让我我来解释这一点：当你为钱工作时，你的收入被称为劳动所得，这种收入要缴纳的税最高。当你从四百零一 k 退休金计划中取钱时，取出来的收入，你或许已经猜到是劳动所得。 猜猜看你储蓄的利息税从哪里来？还是劳动所得？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努力工作、储蓄、偿还债务和为四百零一 k 退休金计划投钱，却要缴纳最高税额，因为他的收入是劳动所得。这是在财务上是不明智的做法。遵循这些规则的人，口袋中的钱漏了出来，这说明他们的财商很低。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拱手相让。财务上明智的人并不想要高薪水。接受过财商教育的人宁愿要版税或红利，因为这类收入纳税比例较低。知识渊博的投资者至少知道要通过投资获取资本利得和被动收入。注意，不同的人适用的税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做出财务决定前，你要确保自己找到称职的税务律师和税务会计，并遵从他们的建议。一九一三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成立，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全球的金钱规则从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那些为工资而工作的人应该记住这件事，因为从此他们的个人财富开始受到攻击。 首先，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不是政府的实体，它是虚幻的；它也不是属于美国的实体，它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共同拥有。当联邦储备银行成立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控制了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货币体系，然后改变了金钱规则。今天，我听到美国人要求政府守住美国人的工作和美国人的利益。 我偶尔也听到有人说购买国货或支持美国企业很好，但是太迟了。那是来自绝望的人们的微弱呼声。在一九一三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通过控制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实体——美国经济，进而控制了世界货币供应。他们改变了金钱规则，不声不响的。如今，从从技术层面上说。 美国经济已经破产，国库被借据塞得满满的。这些借据被称为债券或短期国债，他们是下一代美国人必须偿还的债务。随着数十亿人到富人的企业工作，在富人的银行储蓄和经由富有的银行家投资富人的资产，也就是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设计这种系统是故意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分享和控制你的钱财，以合法的方式。很很多年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我读了一本好书《巨人之现金抢劫》。英文书名中的 “grunch” 是全体的、普遍的现金抢劫 （gross universal cash heist） 的首字母缩略词。这本书的作者是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博士。 他被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才之一。在富勒博士一九八三年去世之前，我有幸三次向他请教，他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他读过他的作品或与他一起学习的许多人同样深受影响。美美国哈佛大学把他评为最有影响力的校友之一，美国建筑师学院把他评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设计师之一。 如果你能找到富勒博士的《巨人之现金抢劫》这本书，我相信你会更清楚的知道人们的金钱是如何从口袋里漏掉的，以及这一点如何隐蔽，让我们的教育系统难以发现。我，相信你会觉得这本书令人非常不安，特别是在看到今天的石油战争、银行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情况时，在这。 本书中，富勒博士认为，你上缴税收给美国政府，然后政府把钱分配给那些跨国企业。换句话说，我们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并不代表人民，他们代表着大企业。很意外吧？二零零三年，总统小乔治·布什和国会的共和党人毫不掩饰地强行通过处方药福利议案。 这个议案是过去二十年中最昂贵的议案之一。美国人将为此纳税超过五千亿美元。在这份议案通过后不久，大批国会议员和员工被医药公司雇佣，有的人拿到了数百万美元的待遇。这就是巨人抢劫现金的一次行动。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还可以读这三本书：理查德。 邓肯助美元危机》，约翰·鲍格尔助资本主义的灵魂之战》，安迪森·维金助债务帝国》。我相信读这四本书有价值，因为每本书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持有不同的观点。例例如，富勒博士是未来派，理查德·邓肯是国际银行家，约翰·鲍格尔是美国先锋集团的创始人，安迪森·维金是国际投资顾问。 来自四个不同学科的四本书，基本上在讲述同一件事：富人们正在玩金钱游戏，正在合法地分享着你的钱。一套新的规则。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去尝试改变系统。我的人生信条是：与其改变系统，不如改变自己。换句话说，我不会与驱动风车的风作斗争。因此，我没有政治倾向性。 在与那些操控金钱世界的人物的对抗上，我不相信政治或政治家能有所作为。看起来，大多数政治家为了获得选举胜利，都要充当那些操纵世界金钱的大人物的工具。大多数的政府财政顾问同时都是这些世界银行家的雇员。我只想了解规则，并按规则办事。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规则是合理的或公平的。 他们是不合理或不公平的。金钱的规则的确如此，而且有规律的变化着。此外，这种新的金钱世界即使有不公平之处，仍有诸多益处。它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新的产品，提高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正在提高。金钱做了很多善事。 不幸的是，这些改变是以牺牲许多国家、许多人的利益和我们的环境为代价的。许多人利用别人在财务上的天真无知而变得富有，许多人通过别人口袋露出的财富而变得富有。这就是第二财商守住你的钱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无知是福，这正是和你分享财富的人所期望的。你的无知使他们自然而然的变得富有。 第四章第二财商，守住你的钱，已分享完毕，请您收听下一章节。第五章第三财商，预算你的钱。